Hello, 麦哥婷姐好介绍，今天带大家开箱厂房。我们今天来到 Eco Business Park 一 Eco Hub 这边哦，带你看观我身后这一间角头两层半的田植物厂房。这一间田植物厂房哦，屋主耗费了500000，把里面装修成哦，可以适合。如果你是想要租来做一些 show house 的朋友，土地面积14000方尺，如果是讲建筑面积哦，有12000平方尺哦，我们进去里面参观看看。这一间那么大的这个厂房呢，它的租金呢现在是开价18000，哎，比起中间的单位哈、哦、这么大间的话，18000每个月的租金可以讲是非常划算哈、啊。屋主是租和卖都是可以的。如果是讲在找这厂房的，你可以打电话来麦哥婷姐好介绍。又或者是有厂主们，你们有工厂要出租要卖，也记得联系麦哥婷姐好介绍哦。今天我们的开箱厂房系列就到这边啦、啊，记得订阅我们，点赞关注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